信和停车场是入口处上来的，那边没有开放。那他说上来，他说走下去也可以，是吗？是有听懂吗？他说需要停车场啊。
快哦。那我们上来是从这边上来，我们那时候是从那边，最后那边是高速。我刚那边有步道。对啊。又没有站在外面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小阿达嘞，我们家啊那边那边前面。哎、欸，他现在好了。他没有现在没太阳。他会怕，他觉得太高了。哦。他们那个有一个小姐姐说，他也是很怕，但他不会。哦。这边又是另外一个面，看基隆港的另外一个面。变瘦啦！哎呀，你治好凉哦！真的变瘦啦！哎，怎么了？我有点忘记啊。今天我很嗨。你讲你的，我上去了。大家有没有？我老弟，你也变不看凉了。看你这不干净的，干净的。这里凉凉的，蛮凉的。
我要来不知道。今天这里有什么？哦，这是个新的。他有工资有没有？他已经够了，现在老了。送医院啊，行吗？对呀，哇，那个医院。